导播好人一生平安的，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 Q 版呢会持续整季下去。哇，这不说的话还真的是以为是国外来的巨星。我们来跳换嘛，因为非常的魔性，就去洗脑的应援曲了。因为宝弟，不管怎么样，他要展现他的缠斗功力。导播好人一生平安的，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 Q 版呢，会持续整季下去。来起来，阿达阿达，月宝镜打谁？